这个是 Jasmine 哦，它其中一个 type， OK， 它是 type B， OK， 其实它这一边呢，它是会有一个门口 entrance reception 这样的进去的了，然后过后如果是 corner 的话，它这边是有 sliding door 啦，然后intermediate 也是会有的啦 ，sliding door， 然后这样子的。然后过后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living hall， 然后它这一边门口进来这一边过后啊，它这边就会有一个那个 reception， 然后还有一个吧池地是可以做神台的咯，如果你有需要到的话。然后过后它这边就是它那个dining， 然后厨房，然后过后这个是它的 yard 咯。压了过后，这里会是他的厕所。厕所呢，左边这边这个是他的冲凉地方，右边是上厕所的地方咯。然后我们如果看到这一边的话，他这边会是那个楼下的 guest room。对。所以他这边卖点呢，他是那个楼梯是这样子 U shape 上来的咯，然后那个门口是那个 store room 啦。然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 ，OK， 这边的楼梯上来啊，这一边它是会是它那个 second living hall， 然后它的那个房间呢，它是都会有自己的厕所，这个是一个房间，这个也是一个房间，这样子的，然后它这一个。Master room， 然后它会有自己的厕所。上海 Master room 是一个长方形的，它有自己的 balcony。